报道，今天天气非常好，带大家来看一个高山格局。古语有说过，知中干，干中知，阶层大地，起而浮，浮而起，便是真龙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个知中干的格局，这是在我们灵山境内的绿竹山这里。就是吝啬的飞天蜈蚣。我们等一下把这个视频拍好，大家参考这个知中干，看有没有那大干龙的气势，我们拭目以待。